南来北往，纵跨宜兰、花莲、台东三县市的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，辖区超过367公里的路线，占全国铁路总长度近1/2。这总共有300个面罩。假期的防疫不松懈，志工送来防护面罩跟手套。最近都有台高铁都有通报说有确诊者旅客搭乘的情况，对我们同仁的有关防护方面是更加一层的保护。疫情期间虽然旅客减量，但有民众不配合防疫规定，甚至有脱序行为，警察都必须全副武装去处理，防护装备就相当重要。代表全球慈济人来送这些面罩、手套，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第一线的警消，还有铁路局同仁、铁路警察们能够在很安全的情况之下执勤。志工送来物资，铁警安心执勤，共同为避免疫情扩散而努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阳川、陈光华花莲报道。